OK，现在我们进入了防火墙搞定啊，然后,后 FTP 的基本的下载也搞定了 <coughs> <coughs>。我们现在进入的地方是希望让你更进一步的了解一下 FTP 伺服器设定档它的结构跟过程。那在设定档的内容里面，我们刚好可以用一个方法给你看一下 m a n file。Fi <coughs> 这是 FTP 4 5 7的主设定档的 main page。用 main page 讲有很多好处，好，这些好处当然包含了你可以更进一步熟悉原厂预设的指令，像这种东西都是 Unix、n UN i n i x 必须要会的，好，那么在里面的描述呢，我们都会讲，一个一个跟你说，我们可以刚好可以对照在我们如果要去到主设定档的地方 v s f t b d 点 config，<coughs> 这里就有主设定档。你可以看到主设定档的过程里面 anonymous enable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趁这个机会跟你讲一下。那如果我们有必要做一些简单的设定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我把它的设定的内容用这样的贴给你看。好，好。 所以我们如果讲基本设定组台先回来讲这件事。预设 anonymous enable 是开着的，local user 虽然是开着，但是 s elinus 限制了 local user 进入加目录。所以如果你不改 s elinus 的 policy，你将无法让一般就是所谓的 local user 有账号密码的人可以进入加目录。那这个 write enable 是让主要的目的是让 local user 可以上传。 动作可以上传档案，可是目前如果这台伺服器只开启 anonymous enable 的话，也就是只有 anonymous 的话，你应该把 local user write enable 通通关掉，就是把这个用井号杠掉。好、哦，事事情是这样的。那 你是否允许 anonymous user 上传？这是我们等一下会谈的 anonymous m k d a r writer。这是又是第就又又是另外一件事。好，是是不是否是否让 anonymous 用户可以建立目录？这件事非常严重，一般来说是不会开的。哈，很一般来讲很难得，很难得，很不正常的状况下才会开这个，可以说是不正常。为什么？ 因为 anonymous 是外面来的使用者，这些人你根本不认识，你怎么会让你不认识的人在你的目录、放分享目录里面建子目录？这实在是有点讲不过去哈。然后再来，D A R message enable 是不是要显示目录列表的讯息？像这个东西，我们后面会一个一个谈到，这里面有值得需要讲的一些参数哈。所以，如果我们只讲基本的设定是这样没有错，anonymous 是可以进入的。 但是它只有下载的功能，它的预设上传的功能被关闭了，这就是预设值。然后呢，local user 虽然去启动，这是软体一厢情愿的启动。对于 Red Hat 系统来说，你需要去修改它的 se l i n s x c o n t e s t 好，se l i n s x policy 不是 c o n t e s t 是 policy。而改 policy 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有个特别的状况，我们另外再说。 那它的基本设定就是围绕在 anonymous 上面，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节，我们就先跟你介绍一些简单的 anonymous 的设定。在 main page 里面呢，说实在，你把 main page 的东西变成投影片，没有什么好处。我们最好能够，啊实际的、慢慢的看着 main page 来了解这里面的结构。你未来在手上没有什么相关资讯的时候，你最可靠的朋友就是 main page，所以你。 不能不熟悉 main page，所以趁这个机会，你必须要对 main page 多做一点熟悉，所以用 main page 就应该是很好很适合的动作哈。首先，它的设定参数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主要是以参数等于什么值为主。你注意看它的等号前后是没有空格，小心哦。在每一个不同的设定档后面，它的这个等号前后有没有空格这件事是一件事情，而且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接着。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that，请请你要注意，it is an error to put any space between the option, equal and value。请注意，它这边特别提醒你，请你不要在等号前后放空格，好、啊，放空格会被视为错误。所以这里这一个设定档，它特别提醒你这件事。不是每个伺服务器都会这样提醒你。Each setting has a compile. Default in which may be modified in the 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file，它已里面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预设值，所以等一下我们讲预设值时，这边会有个预设的内容。好，如果你有必要这样做的话，你可以去参考，比如说像鸟哥就做上 SSL，鸟哥不知道有没有哈。首先，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参数，这个第一个参数叫做 b u l l y i n g option。所谓的 b u l l y i n 是指的是什么 b u l l y i n g 指的是。 Yes or no, yes or no，它的设定就是 yes or no。你在写 yes or no 的时候，不用担心大小写都可以。好，在这里 allow anonymous SSL 是否允许 anonymous 的连线加密？SSL 加密法，它是这个参数需要配合 SSL enable。En abled, 如果也被打开启动设成 yes 的话，这两个。 好，不过这个 anonymous 上传加密这件事很难用的，很少用的。我们在一般的状况上，你看我今天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台湾最重要的 FTP 之一，它是国网中心的 FTP 伺服器。你可以看到我的协定故意在这边连的时候是 HTTP 冒号两条斜线，我是用。 HTTP 的方式连到人家的 FTP，这上面有非常多的可以下载的资源。比如说，你想要找 OpenOffice，你想要找摩斯拉，摩斯拉里面就有 Firefox，Firefox 里面就有 Firefox 的最新版 f i r e f o x 现在做到十七。你可以看到像这样 Linux 叉八六六十四啊，里面就有台湾的走繁体中文版。这里就是新版的 Firefox 浏览器。相对这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 Linux 的下载，我们通常上课的时候抓东西都到这边来抓，为什么？因为这边频宽最大啊！你家的频宽可以跑多少？可以跑到上限，我们应该尽量的来使用这个地方。这就是一个全台湾重要的伺服器，FT 而且是 FTP 伺服器。我们使用 HTTP 去连它的好处是，它不会跟我计较来用位置重复连几次的问题啊。 可如果你用 FTP 协定连上来的话，可是相对来说，你看，当你用浏览器来抓档案，你也只能抓档案，你没有办法上传。好，你没有办法上传。我可以在这边写九二一六八点零点二五零二五零，它减的是 h t d p 我这边改 FTP 冒号两条斜线，先不要去到 p u b 你就可以看到，这是它的可以下载的内容。在这里，你看 pub 进去就有个三往上，test 往上，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用浏览器上线的一个过程。但是浏览器上线，那不就是它只能下载？所以，但是如果你要上传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哈，等我等一下再说 An。anonymous make dir write enable anonymous 可不可以建目录？ 这个要打开之前，你要先把 write enable 就是 anonymous upload enable 要把 write enable 要打开。如果你要允许 anonymous 上传的话，你必须要把它打开。但是它打开之前，它也必须要打开，来允许人家上传。就像这里，这里 anonymous upload enable 要让 write enable 打开，这两个都要开，anonymous 才能上传。但 就算这样子设了，也不一定代表能够上传，那还要看上传的目录的权限是否允许。你可以看到，这个作者很有效率的将上传的动作分成三部分。第一个，这叫做 anonymous upload enable，他允许人家上传，但是只有上传档案这个动作，他连建立目录都要特别做个项目问你，更何况。 其他的写入的动作，其他写入动作包含了 change mode，好，上传、建立目录之外，比如说删除、改变档案名称，这些是 write 的动作，它都希望你不要做。但如果你有需要让人家做的话，那是另外再说。好，一般来说，我们是不会希望你上传。不过， 课本上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要做 anonymous 上传的话，我们该怎么做？所以稍后我们在后面的设定里面会特别跟你谈到这样的问题。好，anonymous well readable download only，也就是你的 anonymous 能够下载的档案，只允许任何人都可读的档案被下载。所谓的 well readable。Read able, 这个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已经很少提到了，这是一种 Unix 的常见的名词，所谓的 “World、well、Readable”，指的是它的读取的权限同时出现在 R、W、X 上。好，那 “World、well、Writable” 那么就是全世界都可以写，可见它的 R、W、R、R、U、G、O 三个都有 W、W、W，这样是这个意思。这里。 Anonymous enable 就是允许 Anonymous 用户可使用。那你登录的时候，它可以接受 Anonymous，也可以接受 FTP。Oxycle download，Oxycle upload，这是预设值。现在我们的连线传输过程已经变成全部都是二进位的 binary 的 code，而这个 binary code 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啊。 遵守预设值，用二进位的方式做上传跟下载的动作，除非你特别希望上传或下载时用 a x c i i code，你的指令就是 ASCII enter，就可以改变上传或下载的资料传输模态。要不然，现在 FTP 4 5器多半是以 binary 二进位资料作为预设的上传或下载的资料。像这个 check shell 这件事。 它只有在 non pam b u i l d 就是你的 vsftpd，不是用 pam 做使用者验证，这个没有。好、哦，这我们我们现在不会这样做。然后呢，background 启动的时候，它会自己到背景模式，这也不用谈了。哈、哦、，change mode enable，它指的是是否允许 local user 在你的伺服器上进行 change mode 的动作。好、哦。 Change mode, upload, change owner, upload。所有 anonymous 上传的档案进到它的目录之后，要不要特别的把那个外面的人不知道的人上传上来的档案，改变它的所有权，变成系统中的某个人？很容易的方式就是你指定某个人、某个账号。 去管理你的 FTP 上传目录，好，在管理上面会有很多安全的需求，好，这是另外一件事。Change list enable 就是哪些人要把它关起来，这个我们先不讲这个，这个才有趣。Change local user，我把它扣起来。为什么呢？它我们刚刚讲 local user 进入系统之后。 它可以自由的进入加目录，进了加目录，它 cd 往上就可以进到根目录，进到根目录就可以去任何的目录，这就糟了。你不会希望你的系统用户用打开了 local user 之后，他们进到加目录，再打 cd 点点，就到了上一层，再上一层，它可以去游览整个系统的档案系统。 然后看到可以读的，就可以下载。这是很不安全的事。换句话说，你会希望在使用 FTP 的时候，把 local user 关起来。这个关起来的参数稍后我们会特别的来给你看一下。这叫做 change j g e l 把使用者关在自己的家目录里面。 那你看吧 c h a n g e 叫 in their home directory after login，使用者登录之后，把使用者关在监牢里，他的监牢就是他的家目录。好，那当使用者有上传权限或 share 的时候，only enable if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这个我们在使用 change lo change local 的时候，change 入 change 入。 Jail 的时候，在针对 Local User，你要知道怎么意思。像这些老的设定，就先不用谈了。好、哦，那好、哦、像 d r l i s t 啊，这后面的这些东西，Download 预设都是下载的。哈、哦，他这边讲讲到 Log 的格式，好、哦、，Log 档案的格式，都你都可以放着，不用管它。好、哦，那在这个时候，你看 Guest Level，你要记得 Guest 用户不可以跟 Local 用户啊。呃 同时启动，你只能选一种，好，好。进一步来说，等一下我们再说后面的东西。现在影片必须要先切断。